今天来到阿拉斯塔这间出名卖咖喱鱼头的朋友介绍我来八号咖喱鱼头，这里是阿拉斯塔 Royal Signature Hotel 附近，就这间。八号咖喱鱼头，八号咖喱鱼头，还有order进啊？嗯，进啊。哈，好。葡萄啊。啊，葡萄什么葡萄啊？葡萄红色。啊好。了海螺只。海螺杯。了个啊，腰吧。腰吧几钱啊？啊，几钱？几钱？几钱？过还没菜呢呀？九。哈，了个豆干九啊。啊，糯米粉，我这边，红菜，啊，糯米只，咖喱的，啊，对，肉，啊，ice，但是啊 ，ice 一，但是 ice 一，马西，零点零点，啊不，准备的，啊呀。Nak. Ya, nak si dua. Apa pun nak. Oh, makan dulu nanti bayar. Oh, okay, ma. Ya, dua nasi. Yu tau. Cie. Sambal.จะปุ่ยเมนตันมาแล้วดูสินจะครับ我带妈妈来吃阿拉斯塔有名的咖喱鱼头哦这里有环境真好鸟吧阿明姐我去上班了哦。嗯，排队吗？对呀。我来过来会啊，没怪讲人家出名。我一斧头轻了哈，一把砍伤了，不了，一过来把砍，一刀不高呀。
来讲一讲。这里是阿拉斯加最大的 shopping mall。